这么大的事儿，总得跟郭强他爸商量商量吧。顺便我也看看秀清。秀清在城里怎么了？啊，不是在城里培训呢吗？哦，你要是见着他呀，问问他，想不想妈？要是想，就让他回来看看。放心吧，你，我一定把这话带到。妈，嗯，那我坚决不要。花儿，这说的什么话？这是彩礼收了是不能退的啊，不吉利啊。姐，干嘛不要呀？我还想要自行车呢。你这是行，那你们就把我卖了。我不吃了。花儿，姐，这哪叫卖呢？啊，谁家聘闺女不要彩礼啊？老彭家以后聘闺女，他不也得收彩礼吗？爸妈，你们就瞧好了，我一定把老彭家的闺女给你们娶回来。说的这叫什么话？那不得咱出彩礼啊？你缺心眼啊？三转一下，坏了，那还一响呢？谁一惊一乍的？老四准备了。怕他们娘家人挑理儿，你看还差什么？这不还差什么？多棒啊，比咱俩结婚的时候强多了。哎，文芳，我真想啊再跟你结一次婚。求求你，再结一回我就不嫁你了。嘿，哎，该请的都请了吧。请了，都大哥大嫂这回不来，老四两口子没问题。秀清那儿我已经把话捎到了，村里人呢？村里人都请了。芬儿啊，芬儿，你妈也跟你说两句话。芬儿，你开开门。芬儿，出嫁是高兴的事儿啊，说是嫁出去了，那还不就是在上院吗？天天都能见着。哎呀，九强，不能这么讲，刚才船坏了，去拉风箱去。一回来弄不着，这真是人不够啊。还没事儿忙活，你真把你自己当大厨？我可不就是大厨吗？我说别扯了，你看看他们都……哎，小强，你来接人家，给我斩首了啊！哎呦，鼓掌鼓掌，谢谢！哎呀，大哥大哥，大姐，哎呀，大哥，文芳，大哥，记住你来了，哎呀，我要对。哎呀，这东西真好！哎，文芳，恭喜恭喜！来，出家。哎呀，文师，你看看，老四给拿来的，真行啊！哎，
这新媳妇怎么还没娶回来啊？哎呀，这不是离着近吗？国强啊，出了个主意，背着彩凤啊，在村里转了一圈才来的。真好，这可够新鲜的。那可不，哎，凤啊，一会儿啊，你给主婚啊，快来看呢，新郎跟新娘子回来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准备点炮仗！来，小五八，点炮仗。高兴吧，我敬你一杯酒。爸，今天是您孙子国强娶媳妇的日子，我敬你一杯。爸，放心吧。哎，凤儿。爷，我和那个彩凤敬您一杯酒，您就请好吧。以后咱老彭家那传宗接代任务就交给我，我拼命的玩命的给您多争取。凤儿，鞠躬，鞠躬。奶奶，我们来给您请安了。这还没吃饭呢就请安了，国强让我这么说的。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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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高兴？我跟你聊聊。我跟你说，咱妈还偷着喝了两杯小酒呢。看见爸妈，妈爸，哎，我和国强给您二老请安来了。不用不用，奶奶讲这套，妈不讲。给奶奶请过了。我说两句啊。爸爸的意思，从今往后呢，咱就是一家人了。彩凤，你自己也别见外，妈拿你呢也当自己的亲闺女。你妈说的对，爸的意思是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都回去歇着吧。哎，妈，爸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哎，我们先走啊。什么什么就早点歇着吧？我这还没说话呢。哎呀，你一个当公公的，你说什么呀？再说你要说的，我已经替你表达过了。你听表达什么了？彩凤这丫头挺厉害的，这开板就得镇住她。镇住谁呀？镇住我，镇住你。我是怕咱儿子国强以后受气。行了，说什么幸灾乐祸去了。
特别了不起，真的，要是没有你那主意，咱俩还不一定怎么样呢。那你得赔偿我损失。什么损失啊？名誉损失。行了，我赔偿，回头我就给你平反。哎，凤儿，奶奶可给咱儿子做虎头鞋了。这遗憾的是。 这个虎头鞋是真的，儿子是假的。谁说是假的？我不会生儿子。多生一个呗。大屁！凡儿，我冯国强能娶你，是我的福气。我这辈子一定对你特别好，我一定让你开开心心的，特别特别特别幸福。如果我欺负你，对不起你。 我就天打五雷轰，国强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真的，凤儿，祖宗，我不快点啊！我就是不想回去。 咱妈嘱咐半天说早点回门，你瞅你，那睡大中午的不成心吗你？是我知道中午的，跟你没关系啊。等会儿有关系。哎，不，那你能不能有点笑脸啊？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呀，你说作为新姑爷回去，你给我点面子啊，你绽放一下。我背你不行吗？啊，谢谢你了。不行。 爸，你说将来咱这按一梯子从这儿下去多方便，就不用绕了，是吧？哎呀！我一想起我妈做那些事儿，我就心烦。烦什么呀？这回家高兴啊！不许烦。爸妈，来了来了，妈。 爸，我和彩凤，回门来了。啊，妈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好。别憋着了，你快点吧。爸妈，我和彩凤给你们鞠躬了，鞠躬。哎，好。我的新姑爷。 妈，这给您的，您好，代理了，是是是，我就做饭了。哎哎哎，妈，这给您的酒，给我的。哎，好好好，回来太晚了，你这菜谱你这么拿都急啊。不是，他不急。国强，哎，中午咱俩喝两盅。好嘞，妈，赶紧帮忙吧，忙去啊。哎，啊，这国强，哎，给我点根烟。哎哎，爸，我来点。您和我妈身体都挺好。哎呀，你妈着急呀。哎呀。 你说这姑爷回门啊，这妈妈的叫着，把我这心啊，都给叫软了。<笑>哎呀，你挺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。你不也是啊？啥时候喝过这么痛快的酒啊？哎，咱这姑爷真不错，啊？是啊，你说。 咱俩当初较啥劲儿啊？把闺女给得罪了。这国强啊，是公家的人，
这彭家把婚礼啊，这办的也挺排场的。这想想啊，这没啥可挑啊。想明白了。嗯。哎，晚了。咋就晚了呢？把闺女得罪了呀。那她是我身上掉下一块肉，她能记一辈子呀。二改呀，我逗你的。你看你那个劲儿又上来了，你就爱较真儿。你见不得我开心的你呀，这讨厌的玩意儿。改不了了，改不了了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哎，算了。今天在你家的时候说我什么来着？变色龙？你不是？我哪是变色龙啊？我是帮你解套呢，这你都听不出来？哎呦，我那个套根本就解不开。凡儿，跟父母爱记仇啊，不行啊！不是啊，我一想起结婚前的事儿，我心里就难受。过去了，别想了，咱应该好好想想往后的好日子。国强，嗯，咱以后一定好好过，不能让别人看笑话。那是。以后啊，你就好好上你的班，我一有时间就去地里帮妈干活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可喜欢你家那三百颗了，我没事就去转悠。哟，那你到我们家三百颗的时候，没偷吃我们家果子吧？讨厌！哎，邓哥，我走了啊！快，哎，走吧！文芳，老四要走了。跟富霞说一下啊，哎，有空了再回来，听见没有？你这么轻松待两天呀，跟妈？待两天吧，真是。待两天吧，真是的，不错不错，都回去吧啊，都回去吧。老四啊，给那录音机把全村都给震了。老四啊，常回来啊。哎，放心吧，妈啊。文芳，这是秀秋吗？啊，这是你闺女。真是秀清。啊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呀？妈妈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女儿不孝。妈，这是天庄，快叫姥姥。Hello， 哎，天庄，妈，快进院儿，妈，快进院儿，进来，秀清，快来。畜生，他连畜生都不如。姐，说你也是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就我妈那是没办法，我妈工资全让她花了，她还打我妈，我舅给我的钱她也给造了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咱们找姥姥去，姥姥要是不收留咱们，那咱们也不回去了。天庄，怎么会呢？住在姥姥这儿，住姥姥这儿啊，妈。我怕这次再不回来，就永远见不到您了。秀清，你早该回来了，妈等了你好多年了，头发都等白了。狗日的，我歇了
天舟，你和你妈哪儿都不用去，就住在这儿。住这儿，住这儿啊！到这份上了，这日子过着没什么意思。就是，跟他离，没错。有这么好的儿子，怕他什么呀？你吃饭吗？咱们做饭。嗯。好了好了，事儿都过去了。给他们倒水。你说这世上还有这么不是东西的男人，倒霉加这么一个人，是东西。嫂子，呀，谢谢啊，我来帮忙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们俩再用不上，就是让我干点什么吧，就跟我们这聊天吧。行，来吧，你烧火。哎，好。文芳。秀清，哎，秀生啊，怎么了？妈，哎，我想去趟下河北。你们俩干嘛去啊？天长和秀清都回来了，你们去干嘛呀？找那姓杨的算账去。对，怎么了？妈，您是没看见秀清那胳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是吗？是啊，哎，是不是他打的呀？啊。我妈不让说。你妈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，你这孩子呀，那是你妈，咱得跟她说道说道，她要不服咱就告她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你，文芳就行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裹乱了。怎么叫裹乱呢？秀清挨欺负了，这叫裹乱呢？文芳来文的，我来武的，今天呀非得给秀清出这口气不行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妈，妈，咱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就是得让娘们子知道咱们老彭家不是好欺负的。走走，来，老实点。妈，您甭管了，等人来疯。文达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。就这么穷了吧唧的，就在这儿住啊？哎，杨满嘴他们家是在这儿住。是在这儿住，你进去看看。哎，过来呀、啊，二位。这行开的在不在？他那么懒，能去哪儿？是不是这小子？走，杨曼娜，你起来！听见没有？你起来，你干嘛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打我们家秀清？说，为什么打秀清？你们俩是不是来找事儿来了？找事儿来了，咋的了？就是找事儿来了。嘿，起。你起来吧，起来！你干嘛？你说干什么？我打你！两个泼妇！你说干你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说明白，我不会饶过你。说！我懒得跟你们说。站住你！你干嘛？甭跟他废话，找个能说理的地方去。嗯，带他上走。上妇联，我哪也不去。走，上妇联，我哪也不去。你我打我老婆，我怎么了？打老婆也不行。你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呀！我告诉你不行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俩是秀清的嫂子，是老彭家派来的人。今天你要不跟我们说清楚了，你看不把你满嘴打成扁嘴呢？你让我说什么呀？嗨，说了半天你没听明白是怎么着你？啊？你耳朵眼里塞猪毛了？哎，你可别骂人啊！骂人？我啊！我打你！打你！我还打你！我还打你！我还打你呢！我干嘛你？我还打你！我还打你呢！你再打！我告诉你，秀清嫁你是过日子的，不是让你欺负的。你这么做，你还是男人吗？你，我不是男人，我怎么了？我，你什么人？他呀，他就是个怂人。哎，你再骂，我打死你！我让你骂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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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死我！给我就是打死你！我打死！打死！打死！哎，你别拿东西！我就是你！你动！动！哎，别怕！别打！别打！哎，快来看看！这两个贼子找我家东西了，抢东西，砸东西！妈，哎，妈，找事儿呢！您不应该让嫂子他们去，去就去吧，放心吧，他们俩在一起啊，不会吃亏的。秀琴啊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妈，我跟他离，离就离，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过了。好，你说个时间，什么时候办手续？说。你
们两个母老虎赶紧走人。我告诉你杨班嘴啊，你想赖着我们家秀清啊没门，你要是今天不离我就不走了。咋的，你还想住在这儿啊？这不要脸的真是的，我告诉你老娘要是住在这儿啊，我先灭了你信不信。大家伙瞧瞧啊，这老彭家的人啊，你别在这逞威风，你们还有理了？你回去好好问你家秀清去，哎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个破烂货啊。我嫁他八辈子没了啊，小夏我来了啊。你娘娘追我干什么啊？你们装的什么？秀清是你的儿子，你在清管啊？还别的男人，坐大牢，其实我们家五年没了，我要给我打死他。妈，今天这口气啊，算是出痛快了，美美的把他给收拾了一顿。妈，我看他们的日子过不过没什么大意思，离就离了吧。就是。这种男人啊看着都恶心。行了老人家的，累了一天了，快歇着去吧。妈，那我就回屋了啊。去吧。秀清就这么地啊。哎。秀清，明天杨班嘴说给你办离婚手续，到时候让你三哥陪你去。哎。啊，文芳啊，从今往后秀清和天壮要住下了，咱们大家伙儿得多担待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秀清住多长时间我都高兴。我想尽快找份工作。我已经替你想好了。妈，就咱村南山头老队长留下那房子，万顺儿早就找人把它翻修改建成学校了，手续都办好了，就是请不来教师，一直在那搁着呢。你的意思就是说让秀清留在村里当老师？对呀。那多好啊。我不能留在北望村。为什么呀？天壮还在读高中，我得照顾他。天壮多大了，他自己能行。你这不是理由，你是不是为了万顺？甭提万顺。不，你要是为了万顺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你说你们两个各自都生活了这么多年了，这种事就别再往心里去了。你就当你的老师，他当他的村主任，这有什么呀？秀清，你觉得呢？妈，我也不想再回去了。那就留下来吧，挺好。就是。哎，秀清，那个学校旁边还有一个房间，是给老师备课用的，中午你还可以在那休息。那太好了。秀清要是愿意来啊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他说了他愿意。你说这弄学校的事儿吧，真是愁死我了。这么好的设想愣是几年没弄起来。哎，每次一说要到乡上去我就犯怵，就怕这齐书记啊提这事儿。现在好了，那秀清要愿意来，那就什么都解决了。那秀清调动的手续你就费点心。放心，我去办。那我给秀清回话了啊。哎，文芳，那个秀清她丈夫跟她一起来吗？可能不会来了，他们要离婚。我走了啊。这都该吃饭了，万顺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！妈，他的心乱了。别胡说，万顺不是那种人。你说他心乱了，我怎么没觉出来？秀清一回来，万顺就坐不住了。哎呀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，你又翻到他干什么呀？这日子过到现在，我怎么没觉着万顺对你有二心呢？文芳那一回，是我冤枉他了。
可这一回，我心里明白。你这砸的不比我差。妈，这不难，只要跑直趟，不起毛边就行了。孙宁啊，手就是巧。爸，往后咱俩呀，就一边伺候那果树，一边砸袋子。这砸袋子也能挣点钱，虽说忙了点，可有奔头。妈，你要当致富能手啊？我这两下子离能手还差着远呢。其实妈，我觉得您挺了不起的，我可佩服您了。自打你嫁过来呀，我呀就轻松多了。妈，我其实有一件事儿瞒您了。啥事儿啊？我没怀孕。没怀孕？我和国强撒谎了，是为了骗你们大人的。我跟国强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妈，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，你千万别生气。没事儿，这也不怪你，你们俩不是也没辙了吗？才想着这么一个招来的。妈，我还以为你得骂我一顿呢。啥骂？当年呀，我跟你爸也使过这招，不过没装怀孕，是你爸装有病，还挺灵的。凤儿，往后你想干啥，甭看我的脸子，想干你就干，只要对了，妈就支持你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妈。秀清，顺哥回来了。啊，我来学校看看。怎么样，你还满意吧？太好了。你的那个，你的手续乡里正办着呢，很快就好。这课桌课椅啊，我这几天就置办，差不多就可以开课了。谢谢你。得谢谢你，你愿意来真是太好了。我和天壮想搬到这儿来住，你看行吗？那得问大娘愿不愿意了，她要是同意，我没意见。这多美啊。是啊，真清静。以后就不清静了，有歌声，读书声，每天早上我们还要升旗唱国歌呢。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嘉欣，嘉欣，哎，走上学去。好，哥快点。哎，来了。快点儿，星儿，这是我哥天壮。啊，你哥？啊，表哥，他爸是我舅，我妈是他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以后咱们就一起上学。哎，嘉欣，一会儿我驮着你。行，星儿，我哥跟你是一个年级的。你也上高三啊？你也高三啊？嗯，走吧。走，哥，我帮你推着。走，嘉欣，嘉欣，等会儿我。快点，等会儿我了，别着急走。哎，哥，快点，等会儿我。跑什么呀？
日当午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快，歇一会儿，这么早你们就收了？好，宝二呢？老二啊，嗯，老二去拉种子去了。哎，给，咱地里的新先生呢？嗯，好呀，真累，真挺新鲜的。嘿，你说这水浇地啊，它就是好，能种点菜什么的。你说我们家文芳鼓捣了半天，费了半天劲也没种成。你别听那个文芳折腾着呢，这放刚嫁过去。这整天没日没夜的踩那个破机器，哎，拔啥袋子呀？那是出口的口袋，5块钱一个。本来吧我也寻思着，拉回点活来我也砸砸。后来我一想，不行，这样还不就给我累成两截啊，没干。那我人家奉命苦，摊上这么个婆婆。哟，轮到这朋友怎么了？多好啊。好在哪儿啊？这人一嫁过去就出苦力。好啥好啊，哟，让你们家闺女坐在炕头上生蛆啊，真是的，这话说的。文芳跟在我们家跟这个啊彭小妮似的。哎呀，你这会帮彭家说话。孩儿啊。爸。回来了。哎。哟，媳妇儿还不快点。跟咱妈搞青菜啊，嗯，我要搞青菜就好了。哎，我把这拿着说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没数数呢。不是你还数数啊？那当然了，我砸了那么多，我总得有个数吧。凤儿，我觉得没必要吧。你懂什么？干嘛去？彩凤，怎么了？这是？啊？我，哎，我胃不舒服，我想吐还吐不出来。几天了？两天。你不早怀上了吗？怎么才害口啊？我怀孕了。啊？我上回是假的。哎呦，这孩子，你妈知道吗？知道。奶奶不知道，我怕奶奶生气。那你可得自己注意点，别累着了。嗯。你奶奶呢？去三百科了。那你先进去，我去找你奶奶去啊，别累着了，啊，走了。